爸，今天不是我赢了，是你赢了，是你把我推向了终点。今天是高亮教练，是你最好的兄弟，你最亲密的战友，是他用他的身体替我挡下了攻击。 高亮教练跟我们一样，都是这个世界上最信任你的人。爸，你不用担心，高亮教练他没什么大碍，医生说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他还说过几天就来看你。 谢谢你，谢谢你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陪着我。我想念你的时候，我就会练习车；想我的时候，也告诉我好吗？我跟爸妈，还有叶迪，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。所以你放心吧。